黑是一种独特风格，黑是一种潮流的象征，黑可以做心情，黑可以做生活的格调。世间对黑的评价是很两极，有人觉得黑是人格的指标，亦都觉得黑是代表负面情绪。尝试用这个角度去看颜色，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负面象只不过世人误以为一种标签。懂得逆向思维先是智者。不知道你对黑的看法是怎样呢？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潮流的指标了。或者到时你第一直播度话俾我听啦。曲思和严格生活，黑色太多。